要比天还高。云那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。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。风它轻轻吹过来，梦像翅膀，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，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炸弹在身边。将军，你怎么老是叹气呀？我发现近来没什么想象力，想不到侵略星星球的办法，侵略了几百级了，方法字字都不懂，我容易吗？有杀气，我感觉到有颗飞弹离我很近。我就说嘛，有飞弹离我很近。的确离你很近。奉行教员，你又破坏学校设施了。这次是因为上次不会了。说，还有什么地方藏有武器？还有你身上。你的武器害得校园和我都要大修，下次再让我看到武器就没收。校园要大修，藏在学校的武器肯定会被发现。校长，让我来修理学校吧。校园要大修。你们的快递邮费到付。你看那边。没动静，肯定走了。走是走了，不过你也跟着走了。不付邮费，前门带走，拿去抵债。将军，你让司令寄来什么快递呀？我请司令寄来10000块。10000块钱？是10000块豆腐渣材料。你别小看这些材料，这回就用这些烂材料跟他们的好材料调换，让他们用烂材料来修建学校，我们就用调换来的好材料重建司令府，讨好司令一举两得。可是将军，我们怎样换到学院的好材料呢？我早有准备，这回我们激活的就是它了。改装好了，这是能将材料伪装成好砖块的工具。马上试一下。一点都不痛。难错了，这个真的是砖块呀。假砖块里装了炸弹，学校建好之后一旦引爆，就能轻易地炸毁超新学院。校长，就让我来修建学校吧。不用多说了，我已经买了新的建筑材料放在建筑材料室，我还请了包工头呢。我就是包工头。大大怪、小小怪也会来帮忙的。对了，他们呢？他们俩刚才还跟在我后面的。我们在这儿。送信超人，包工头你当不了。不过你可以来义务帮忙，怎么样？
只要背着粗心超人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毁掉学院了。只要背着包工头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回武器了。只要背着将军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吃零食了。混蛋！要赶快拿回武器。又加到一个，等等，怪叔叔，粗心超人，快点去干活！校长刚才发彩信给我，他说一级好砖已经运到材料室去了，你要记住这个标志，快把偷来那些好材料寄给司令，我待会儿再把烂材料运去材料室。我这就去。刚才那些烂材料呢？将军，刚刚让粗心超人把假砖块运过去了。啊，笨蛋，被粗心超人发现怎么办？我去找他，你跟包工头一起去偷好材料。是。刚才好像听到他的声音呢。天哪，原来在这里看电视偷懒。粗心超人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忘了。动作快点。哎呀，动作快点不是让你按快进键，是叫你把砖运去建学校。我知道了。忘记要运到哪里去了。都怪你带错路，耽误了不少时间。要赶快寄好材料给司令。将军，我已经拿了假砖块建了学校了。我已经寄了那些好材料去给司令建司令府。干得好，走，我们去引爆学院。笑得不错，很好。超星学院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。遥控器呢？坏蛋，看我的粗心飞刀！这是什么？怎么遥控器在粗心超人手上？难道？加到一个。只要他一按，学校就没了。这好像是我的遥控器。怎么没爆炸？将军，司令找你。为什么你寄来的建筑材料会爆炸？找到怪！怎么会这样？那些好材料呢？看看监控录像吧。忘记要运到哪里去了。应该是那里吧。终于搬完了。一级好砖。这里有两堆砖，到底哪一堆才是好材料呢？你要记住这个标志。我记得有贴标记的就是好材料。原来烂材料和好材料调换了。事到如今，包工头变身。
来啦！冻结超人，我要没收你的武器。我们闯一闯，我们志气要比天还高，云啊轻轻飘过来梦中。